他就是这样子瘦瘦的，然后非常非常的贵气感，然后整个就是散状的，所以呢他也不会穿的就是肉肉的感觉，就是整个帮你修饰你的线条。手袖接压折，下面这边也是做圆压折，超级厉害的。然后这件呢上面啊都是偏那种弹性类的，你看它是有点那种透肤透肤透气感的，所以我觉得非常适合大家。然后压折就是根根分明，然后这边呢是做这种比较立体的面料花料的部分，所以总共有三种不同的面料的剪裁。然后呢你看我穿着散装下去是不是腰瘦，然后人又有气质，然后呢看起来又贵贵的，然后腿又直，然后就这样就可以出门，就漂漂亮亮的，然后拍照吃下午茶上班什么都可以。